神经营工作的点点滴滴，我不再渗透着神的爱与怜悯。无论人能否理解神的良苦用心，他还是在坚持不懈地做着他要做成的工作。无论人对神的敬意了解多少，然而神做工给人带来的帮助与益处，世人都能体会得到的，世人都能体会得到的。或许你今天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从神而来的爱与生命的供应，只要你不离开神，不放弃追求真理的决心，总有一天神的笑脸会向你显现。因为神经营工作的宗旨就是夺回在撒旦权下的人类，而不是放弃被撒旦败坏抵挡他的人类，不是放弃被撒旦败坏抵挡他的人类。神经营工作的点点滴滴，我不再渗透着神的爱与怜悯。无论人能否理解神的良苦用心，他还是在坚持不懈地做着他要做成的工作。无论人对神的敬意了解多少，然而神做工给人带来的帮助与益处，世人都能体会得到的，世人都能体会得到的。追求真理的决心，总有一天神的笑脸会向你显现。因为神经营工作的宗旨就是夺回在撒旦权下的人类，而不是放弃被撒旦败坏当他的人类，不是放弃被撒旦败坏。